Wow.干他伤害超高的，救命！来喽！来来来！呀呀呀呀呀！逃死！逃死！逃死！后面有红蜘蛛，红蜘蛛！起来！我的 fuck！ 露露露露过来！哦，我奶你，我奶你。OK， 红色的，这么多红色的是怎样？很凶。下面有地刺，有那个就蹲下，然后前面那个是蓝蓝的，蓝蓝法师，啊、蓝蓝不是法师，他拿刀会飞的那个东西。哇，在这边打很危险。对啊，不行不行，走走。回头回头，等一下。嗯。啊！要玩游戏呀？一样。这什么？喝绿豆汤有用吗？你有听到我妈在讲话吗？还是玩游戏啊？来来，我看。你知道吗？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咪很大声。哎，玩游戏哦。对。哎，你知道喝绿豆汤是民俗疗法？不知道。我也蛮好奇。哇吼！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啊我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戴着，我现在是耳罩耳机，我都听不到我妈叫我。隔音系统极度优良。我干，喝下去喉咙好痛哦，三小。怎么每个说有效的都会让你喉咙干痛呢？不知道。我觉得刚喝完那个清罐以后，以后哦，我的喉咙就很痛。在霸凌。感觉后面应该是有人吗？没有。你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失望？有结果，他红关机了。哎，应该差不多在升门了。有哎、欸，后面升红色的门了。前面是红色的。这里好像好像很多料哎、欸，哇。噜噜噜噜噜噜，怎样？嘎啷嘎啷，哈哈哈！喂，好像很厉害哎、欸。别倒，小心！我倒，呜呼！你要喝水，要喝水。我喝一下。打死！我开大。他有巨锤瑞斯。哎、欸，那边有蓝门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人。有谁？有人。啊！你在哪里？在下面。他们要走了吧？这里还有一道门。那个你们先走吗？那我要先走。他要先走。我就不浪费补。
门撞门。嗯，刚才打 BOSS 那边没有吗？那边是应该还会升吧。露露安，没看到，完了，还在缩圈，有不可能吧？哇塞！会不会在楼上啊？这有楼上吗？哇靠！你直接这样走哦，直接这样走不会死哦？不会啊，那个哪有那么容易被砍到？嗯嗯，那是红红门，没有没有，寻求下一层机会。下一层没有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走走走。我眼睛都快闭起来了，救命啊！哎、欸，直接死掉哎、欸，待太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。可以很多人连线，对啊，主要他三个啊，三个。哭了，哭了，又倒了。找不到门呢、欸。怎么会最后会这样子？会没有门？嗯，看喉咙好痛、啊。以前我们不都会去一个图书馆，然后拿很多东西，都找不到图书馆。图书馆在哪里？不知道是不是被改掉。一个长下一场，没错。就毒圈有啊，就有毒圈的。哦，我现在吞什么东西都是喉咙痛，完了，新冠一号，可以开始吃流质食物了。有这么严重？流质食物？我要吃宝宝食品。完蛋，星星宝宝。宝宝食品，对啊，你没看过宝宝吃不都吃那糊吗？嗯，就那种糊状的。怎么那么严重？我、哦、很痛哎、欸！谁叫你那么乱吃药？我哪有乱吃药啊？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我吃正常的药。可是正常的药会让你喉咙痛，那还叫正常的药？它就清冠没。可以吃布丁，应该是可以。可是为什么要喝绿豆汤？我不知道，再问我妈。我刚刚听到的时候也就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喝绿豆汤有效？不早点说，应该是退火吧。哪来的民俗疗法？吞布丁都困难，太惨了，露露。哇、哦，这个人好会躲！扭他，他左扭右扭很扭哎、欸。A 配在玩，我记得这游戏也有外挂、欸。现在有了。有了，我那天看焦兔玩的时候，他遇到外挂。是啊。他直接连刀哎、欸，出出出出这样。听起来太像。对啊。连这种游戏都要开挂，有事吗？他怎么又在这里啊？哎呀，好烦死了！哎，先不要这么刺激耶！哎呦，裤子也好。我的好像比他的好一点。好一点点哇！就你，哎、欸，他露，你帮我看一下他那个，嗯，他下面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？你说他十条吗？对，帮我看这个，这个地上的件，
你脱下来的是？它是什么的？就是伤害少9%，嗯，然后移动速度减18%，